六你，嘿，嘿，哈哈哈哈哈！自寻死路。什么人？擅自闯入者，一律格杀勿论。 擅自闯入者，一律格杀勿论。不要放他跑啦！且全不好对付，你依然能轻松斩杀。按照约定，这是我的最后一个任务。不错，从此以后你与组织再没有任何关系。很好。从现在开始，任何人见到你都可以格杀无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为组织除掉了所有威胁，现在对于组织来说，你才是最大的威胁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还不动手？我只是一个联络人，传递消息而已。这是地藏的命令。组织为此悬赏10万两白银，要你的性命。天下恐怕只有无双诀，或许还可以对抗地藏刀法。 传闻无双诀威力巨大，却没有人知道它藏在哪里。我已收到消息，无双诀的上册就藏在听风洞中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因为对于我而言，杀掉你没有任何好处。但是你如果能活下来，或许我们还有合作的机会。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你只能赌一赌。 公子，可怜我，买点东西吧。公子，需要买点东西吗？ 承蒙照顾，烦您下次再来。 Ho! 然跑到这里来，看来我这趟没有白等啊！飞刀老六，原来你早就埋伏在此。哼，总之要除掉你，我可是高兴得很呐！以你这点本事，还是不要高兴得太早。成，我知道你看不起我，所以就算没有组织的命令，我也一样会杀掉你。嘿，嘿！ Huh!